小猪，你放这里，放这里手机。还没放，还没放，先放进来。先放进来哦。好，接起来。喂，你是娃娃餐厅，你好，请问你想点什么？你想点什么餐点呢？那个蛋包饭呢？我知道了，现做的餐点，做好就马上送过去。谢谢您打电话点餐。好，电话挂回去。再按这个。喂，接起来，接起来。喂，我是巧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是这个。你是团团啊？你要讲团团。嘎嘎。嘎嘎。很好听的名字哦，下次再跟我说说你的事吧。跟你聊天真开心，下次再打电话聊天哦。拜拜。好，放回来。我们这次按中间的按钮，来放这里。好，可以啦。电话来了。欢迎鬼。没有事啦，你要听他唱完。他还没讲话，先不要放回去。喂，我是小红，我最喜欢红色。请问你吃过红色的？吃过。这样啊，下次我们一起吃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拜拜。拜拜。